什么广告？到时候你就给你看，有那视频，去拍视频去，拍视频去。不是四兄弟就来砍我，平 A。抽一下，平 A。死了，平 A 抽一下，抽 W 接平 A 打电刑，你给我从上面走来。你从哪走我都堵着你啊，你从哪走我都堵着你，干哈呀，这样你这么点血还要想反杀我呀，血是不是有点少了，我的小老弟，而且我还生了，上路赶他一波走，虽然上路不好抓啊，但是咱们可以尝试一下，我们直接在草丛里边回城，实在抓不到咱就回去，佛杰哥血确实比较多，下路也不好抓，下路俩一级的抓都没法抓，这样吧，先来个皮鞋，来个这个，这个保证了我们的移动速度，这个保证了我们的前期积累优势的程度，这个保证了我们的回复能力，这个保证了我们这把可以超神。抽 W 溜，再抽。抽一下，抽一下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抽一下。我从来不玩火柴。哎呀，下路我去的话蓝可能不会太重，应该不用我们回家吧，多去去上路吧，这大头很容易被赶开，那乌迪尔挺喜欢赶上这大头的，我发现生了乌迪尔。哎，那他进大头身，他不是能放炮台了吗？听 bug 呀，谁是沙朵？平 A， 抽 W， 再平 A。你有这么不怕死的吗？
干嘛呢？干嘛呢？给我拍他来！你挺厉害呀，我一看。闪现平 A。哇哦！这都给他跑了，实在是没有蓝了，实在是没蓝了。我得赶紧来个仪式的章节了，这太没有蓝了。哎呀，能不能给安妮的蓝耗稍微降低一点啊？好费蓝啊，这英雄根本就不够用。一爆发法师这么缺蓝，玩个屁呀！真该加强加强，要不给点位移也行。这没做，不要变成发抖的小妞。来吧，好闪现！这么花里胡哨吗？我决定吃塔皮了。来个两层塔皮，我们溜了。要不要直接来个美甲窃魂卷？这是一个问题。算了吧，还是先这样啊。寻思那亚索就得往下走，哎，拿个双 buff 吧呢，等德莱文回家啊，差不多会应该回去了。FW 静塔下，谢谢你的双 buff。来帮下路赶他一波啊！让他勾来，从下面来吧，从下面来，上面来不好抓。好，死了。哎，为什么空啊？为什么大招就空啊？不应该呀，没道理呀。没理由啊。
没晕，怎么没晕呢？刚才被动满呢，大招明显这是空了。现在我们应该是无敌了，基本上安妮儿到达七杠零的时候，那就已经是无敌了。先把塔皮吃一吃，大头又死了。这我不去上路，我看不行了，这是啊。来，你上的有点快了呀，我的好兄弟呀、啊！我闪现晕 ，Q 一下，平 A 给 E，Q 一下 ，W 接大招 ，Q 一下，这怎么还带被动的呀？熊！我的妈呀！怎么还带被动的这玩意儿了？我天！挺难帮啊，到处在死亡啊。然后亚索就搁中路一顿踩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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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要还是美甲欠魂卷没了。你咋那么狠啊？你怎么跟六杠二似的呢？我感觉你不是二杠六，我是二杠六啊！我发现，我操了！我给你牛的，我的美甲欠魂卷变零了，手波中，没有虚区啊，平 A 一下，哎，变零了，又空大，我没空大。我打着他伤害了，要不然那屋顶能掉那么多血吗？哪里空大了？没晕，我本来身上晕也不够啊，刚才没是最后差一下晕吗？你等着，早晚有一天我把你干死。给盾来，收一下。You have been slain. 出点什么呢？来个猫的呢？
还是来个沙漏呢？来个沙漏吧，这把，这把先来个沙漏。哎，这大招冷却时间太长了，有点，80秒一个。来个沙漏，不行，这不出沙漏不行。不是我的人头啊，最终还要干啥呀？天哪，还追呀？这太能追了吧！给我这顿追呀，扎克，我会永远记住你的，扎克啊！我只能说我会记住你，我的好兄弟扎克，永远的好兄弟。沙漏法穿加个猫子，哎呦，大头三杀，作死是吧你？什么人呢？这对面啊！算了，没大不跟他玩。我们18层美甲窃魂卷，最好是别丢啊！这人怎么好像是刚从精神病院里边出来？是不是？有技能就是技能不要钱，就是技能就是必须得瞎撇，哎，就是撇一顿撇，出门就干就要干死我。扫波中来。怎么什么都不怕呢？这没法去呀。你们是真不怕死。我也是不怕死。哎我操，我忘了小黄毛没伤害了。哎，慢慢让他们家越塔好了，你知道吧？有点打的有点生气了，你知道吧？啥也不怕，就硬冲。我也不知道冲个什么玩意儿，他妈无敌尔1-3，打的跟个13-1似的，这个逼。打死了！你看
小龙来。小龙呢？小龙呢？我不太敢用技能，我这边挡一挡。哎呀，打倒了。打倒了。谁的龙啊？龙是对面的。148，得等对面越塔。太不怕死了，就往脸上呼啊！哎呦我操，这顿往上冲啊！我们一会儿啊，别往前站，我们往后边站点。往前站吧，这帮人不怕死啊，老硬冲，咱也没啥办法。水银给你摁的，盯还没盯出来。哎呀，我的美甲血魂卷呢？主要是我有点心疼我的美甲切魂卷。下路不行，没事，让他们冲。我这个英雄还可以，打他们家。挺喜欢冲塔的，冲吧。真不怕死。你看，这无脑往上冲，无脑冲。我一个安妮儿，咱好说歹说杀了14个了吧？瞧不起人。我现在连伤害都没有，那我伤害没有，我有啥？我有你，我有你在直播间跟我搁在这放屁。来，帮一波大头来，帮一波呀！这塞纳快点去呀！哎，这怎么上啊？这指定就得打我。你瞅瞅。没办法，一点办法没有。那泰坦定点放大，跟那个卫似的，跟上马的卫似的。这帮人真是的。
点了那肯定是不行，那能点了吗？我们塔下找机会，没关系。虽然对面可能会是土龙龙魂，我要出去打了，这打不过。哎我操！老是这一套连，咱也一点办法没有。美甲血魂卷归零了，确实也得下一把了。这边往前冲太猛了。